八九六四嘅時候，情緒當然係激動㗎啦。呢個係好多香港人正常嗰個應該有嗰個情緒啦。咁到最後之後點樣行咧？之後點樣走咧？咁樣搞過一啲組織啦，出過一啲咁嘅刊物啦，咁樣咯。而家五廿幾。因為我住嗰條天麻村天水圍，咁佢度咧嗰條村特別好特別嘅，就重重圍困嘅。以前啲村咧仲係好多路口出去嘅，但係嗰條村就好特別嘅，好冇咩路口。咁而天水圍嗰個名渠咧係天水圍人嘅居民嘅一個後花園嚟，好多人中意出去踩下單車啊、放下狗啊、散下步咁樣。唯獨獨天麻村咧，如果要去嘅時候要兜好遠先去得到。咁我曾經咧就去揾過啲互助委員會啦。去揾過一啲區議員啦，咁但係都係最後都係做唔到嘅。咁佢哋同我講，佢就話呢條村已經開村十幾年啦，嗰度後門始終都開唔到。咩原因咧？就答唔到我嘅原因。我周圍去揾一啲幫手，就揾到同個社福界係有密切關係聯繫嘅啫。大家有啲理念係相近，同埋大家有一樣最重要嘅諗法，就係話我哋相信係有改變空間。同一班村民一起咧，就搞簽名運動，咁亦都趁住一個機會咧，個房署嗰個副署長咧嚟我哋天水圍咧，我就難逃請願。咁啊，到最後咧，佢就關注嗰陣時，揾嗰個官員落嚟同我哋商討開後門嘅事。咁但係當時我同一班街坊咧，就諗住去佢哋有一個會議嘅時候，我諗住旁聽嘅，佢都係唔俾我哋旁聽咯。咁咧就。到最後都係搞到公投，公投係我哋大比數贏嘅。我咧係一位由內地嫁嚟香港嘅一位婦女，喺香港咧有幸認識咗童軍社，咁佢哋入邊嘅社工帶俾我咧，覺得佢好有光環。呢基於咧，我哋喺內地咧。任何事咧，我哋都好驚嘅，因為官咧就好大嘅。平時可能應該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或者朋友當中唔會去講政策係啲乜嘢嚟嘅，又唔會講翻權利係咩嚟嘅，因為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冇乜權利喺內地。咁喺香港咧，我覺得好新鮮啊，俾我能夠延續咁多年可以做呢個嘅新來港嘅工作咧，係因為社工嘅信念啦。原來我哋喺香港每個公民都係平等嘅。每一個咧都係可以有自由發言，可以講翻自己嘅權益同埋權利嘅。呢啲咁樣嘅聲音咧，俾我好大嘅鼓舞。喺內地嚟嘅婦女，竟然可以喺立法會度同議會嘅議員同官員面對面，可以去商談一啲嘅跟監察啲嘅政策嘅不足咯。呢個係最大嘅，俾我覺得不同。臨時服務數受牽壓，鄭重聲明不退下。月月遊行抗議聲，俄稱妥善人人份。林鄭月娥呢個人啊點啊？佢淨係做佢職責上嘅嘢啫，佢根本唔會置身喺我哋受助者嗰、那個。那個位置咯，佢淨係會企喺佢高官嘅位置咯，佢去執行佢個任務啫嘛。2003年之前咧，我哋就去見，因為係佢有一個自力更生嘅計劃，佢係一刀切嘅，係一定係有由15歲至59歲零五個月嘅人，都係兩個禮拜要揾兩份工俾佢。咁我哋覺得。哇！呢、這個政策出嚟，年輕人都揾唔到工，我哋50幾歲人更加揾唔到工啦。咁我哋咪冇辦法咯。咁而係政府係出呢個政策嘅話，係對我哋覺得係，我哋覺得係唔適合我哋。咁我哋咪會出聲去講。咁我哋嗰陣時咧就係經過社工啊，或者係咩都
叫我哋，不如我哋同阿社處長一齊傾呢個嘢啦。係有啲社工都好好堅持係幫呢、這個受助者嘅咯，或者係亦係好鼓勵我哋去參與呢、這個發聲啊，或者係去參與各方面有決策權嘅嘢咯，咁樣咯。我覺得社工都可以做到呢方面嘅嘢咯，同埋亦都會幫下我哋。點去提升我哋啲意識啊？提升我哋啲各方面誒唔足夠嘅地方，亦都會睇得到，都會幫下我哋去做咯，咁樣咯。自助組嘅社工強咗一樣嘢就係用家自處，即係我哋用家有同個社工係一個同行者，就唔係一個強調係社工為上，專業收者，喐疏報收者為下嘅框架。我哋用家點樣睇個政策期望？對精神健康政策，我服務政策期望，即可能要一個唔係一個淨服務我哋呢班人，係服務所有人，即屬呢個有政策係對所有人都有用嘅。他們都是非常有理想，如果沒有理想沒有信念就不會選社工這個行業。我們的聲音其實在政府裡面打不去的，社工的理念就是說要幫助受助者去參與，鼓勵受助者去參與這個社會運動，社會的工作嘛。我們希望我們在我們真真正草根低下階層的角度去告訴這個知，告訴這些擁有權力的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